今天是东京奥运会的最后一天，我们来到 Kennesaw 站的 Pigeon 去了。在这里看到了两艘鱼，看一看，它们隐藏的还挺好的，真好的声音，待会儿它们会里面光线还是比较黑。又走到这一块开阔地来，途经这个阴凉的地方，风景还是不错的。边走边拍可能是有点晃，下次得买一个稳定器来。塑料的是吧？啊，这又是两门炮，好，再见。